那说老虎的朋友来讲呢，跟那个这个说马的年呢、啊，就真真正正的上合，是一个当时的令非常强旺的一年。所以要是说老虎来讲，今年人际关系也很好，桃花也很旺，所以呢，要是你做的行业跟桃花有关系的，就电影啊，就那个娱乐事业，今年非常非常成功。那这个学东西也技能也很好，但是有一点不好，说老虎的技能有点犯了血光之灾。那所以开车啊，解除那个力气要小心。但是要是你跟血有关系的行业，比如做屠夫，做外科医生，做那个军警，今年是很成功的一年。那财来讲，今年是没问题，没得说了。桃花旺呢，要是你没结婚，今年就不妨结婚了。余生结婚就更恩爱，恭喜大家，新春好，恭喜发财，心想事成。